雨婷现在有新任务啦，大家还记得我今年跑了金门跟马祖马拉松吗？这次有个重大任务，就是要飞越12000公里，前往有大苹果之称的纽约，采访世界六大马之一的纽约马。走吧。纽约马拉松从1970年创办至今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嘉年华。每年11月上旬，来自世界各地上万名跑者聚集在这边，从史坦顿岛起跑出发，穿越纽约的五大区，最后沿着第五大道进入中央公园，抵达终点。今年的纽约马拉松将在11月4号登场。虽然我没有要跑，不过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我，当然要学学电影主角在中央公园跑步啦。但是一个人跑实在太孤单，这边要邀请参加纽约马的台湾跑友们，11月3号来个跑步约会，一起从 NYRR 沿着哥伦布圆环跑进中央公园西侧，顺着 West Drive 经过纽约马终点线，再往前跑进 Terrace Drive， 经过毕达式喷泉，从 East Drive 接到 Center Drive， 最后回到 NYRR 完成4公里练跑。参加练跑的朋友不但可以跟跑友们交流，放松紧张的心情，还可以获得 New Balance 提供的精美小礼物。名额只有15位，看完影片赶快填写表单，一起跑步吧！